刚说的助手，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。为什么呀？你说我们这个漫画家呀，有哪几个人能耐得住寂寞？我要是他呀，直接参加101，还能红得快一点。有道理。嗯。怪不得说咱们这行没有帅哥呢，不然咱们怎么还单身呢？嗯。你男神呢？怎么没听你提他？踩雷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只是告白被拒了而已。你告白了？嗯，认真的？我不只是想要他肉体创作，我是动了真心了。他代课结束以后就再也不会来学校了，我也辞了助教，我跟他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果然，动了真情实感就是要遭报应的。你有没有在认真听我说啦？听了，手游，你用纸吗？我手也有，口袋里有，自己拿。也不知道要深山绕雨要干嘛，告诉你干嘛？一言建筑事务所，什么呀？你口袋找到的。只是给了张名片而已，什么呀？他告诉我公司地址，就是让我去找他，就是直接指明了下一个副本，这意思简直不要太明显。我怎么觉得他只是想找一个跟班？那你看着我，开启下一个副本，这一次我一定追到他。你加油，走吧。老房子着火也就这架势吧。养猪千日，终于会搞白菜了。